他们都渴望拥有一个逆流而上的机会。我只有一个梦想，那就是当亿万富翁。等我的梦想基金存够后，我就会顶回我爸的泰拳馆。想要梦想成真，就全靠这美味的黄梨塔。只要找到秘方，就可以自己做。我们要拿到他祖传秘方，然后做得比他更好吃。黄梨塔秘方是会让他们团结对外，还是摧毁他们之间的人情冷暖？说谁偷了我的秘方？黄金巨塔从1月16号起，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，八频道。从1月16号起，你也可以在 MiWatch 免费随机选看黄金巨塔。